当然，有出离心不一定是要出家，在家有出离心也可以证到三果阿罗汉，但是出离心要修得圆满，八风吹不动，那出离心才修得比较圆满。那我们有几个出离心修到位的？因为你对世间的东西都不动摇了，世间的风一吹，你心就动了，那说明你的出离心就忘失了嘛。如果你心都在解脱道上，你这个八风怎么吹得动你呢？是不是？即使有一点动，也是头发动了，身体不会动，是吧？